看哦，这是不是很漂亮啊？很壮观啊，有没有？这是1:1的哦。这种东西哦，远远看都，那角度远远看，从每个角度看都不一样，而且你还不晓得那是做什么用的。据说它那个好像是在港埠旁边哦，这里是安平港，在安平港旁边呢，它这个好像是吊运东西的那个类似天车啊，可能一般人不知道它做什么用的。内行的较知影，这是前面这一栋是安南地方法院，盖得很，OK， 这漂亮啊，这盖盖很多大楼。OK。